每个月吧，都会有20%的新阿姨或者新的劳动者来进入到我们平台。随着气温的回升，进入4月之后呢，空调清洗这块对比3月份，其实我们订单也是翻了6倍，家用电器的维修和清洗的需求也比去年同期是涨了40%。像养宠家庭保洁、整理收纳，还有深度清洁这一块，对比去年也是有1到2倍的增长。随着预订量的增加，上门从事生活服务的家政阿姨和从事维修清洁的专业师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做饭搞卫生的这个单子比较多一些，差不多得提前1个星期左右，然后去预约阿姨。有的年轻人啊，会给提阿姨啊，能不能给我们做一点减脂餐呀、牛排呀，会给他煎一下，然后就是煎好之后会给他摆个盘呀。然后让它看起来非常有食欲的那种，肉呢、菜呀，或者这些蛋类呀，都是会给它搭配一些。天慢慢变热的时候，那个洗空调的，然后它需求量会增加，特别是以家庭客户为主。最忙的时候6点多就得出发，然后晚上有时候10点才能回来。算台数的话，最多一天洗过14台。现在还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有点供不应求。旺季的时候能拿到10000多一点。家电维修行业最主要的还是在夏天，最多服务过10家一天，差不多修了11台。正常的情况下，一单的话去做的话，在200块钱左右吧。以前的情况下是主要是靠维修，人工是比较贵的。而现在的话就是换件，现在一个配件相对比较便宜，直接换件的话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据从业者介绍，当前家政市场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从传统线下劳动市场逐步转型至线上线下并存后，服务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现在很多都是线上的，就是家里老人不会约的，基本上都是孩子给约，孩子给约了之后我们师傅上门，以线上为主，然后到店预约的很少了，自己没事的情况下都可以天天接待。之前我也是在马路边上去等活，根据客户的需求，小时工啊或者做饭呀都有的，现在都是通过线上去接单。之前做家政接单太远，基本上就一天最多接2单，没有现在的导航那么准确，直接导到客户家楼下。现在感觉就是接的单逐渐变近了，平台会去定位你阿姨在哪儿，然后就是通过你的定位去给阿姨去派这个订单。目前我们的主力的年龄还是25到45岁之间，他们更愿意在线上下单。另外呢，就是一些有孩子的家庭，大家可能在精力上不够。我们的用户里面年轻的宝爸宝妈还挺多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生活节奏快，大家对于这块其实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数字化技术为家政服务业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为行业发展创造了更多机遇。家政服务还是需要更多的数字化，尤其是如今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社交媒体既是可以作为家政服务的获客的渠道，同时它也是建立消费者信任一个重要的手段。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家政服务的品质、效率啊，以及它的质量等等提供支撑。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呢，同时也为家政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对于整个家政服务由一线城市往2、3线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去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